莲华生大师认为，要除障碍，有两个很大的坛城，
必须要注意的，一个是马陀明王的坛城，一个是普巴金刚的坛城。你开启的马陀明王的坛城跟普巴金刚的坛城，所有的一切的业障障碍全部都可以扫除。所以真正跟莲华生大师在于莲华生大师所变化的时候，他经常变化成为普巴金刚，就是吉利吉拉雅化身为这个吉利啊咕噜吉利吉拉雅，嗡咕噜吉利吉拉雅萨瓦比嘎念邦哄佩，这是莲华生大师变化为普巴金刚的形象，他也变化成为马陀明王的形象，变化成为四面空行母的形象。